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Mike。OK，在这个教学呢，我会教你如何做这个 chatbot 的选择，也就是它可以说跟着你的 chatbot 去自动成交。比方说，你问他一个问题，你给他一个问答题，要还是不要？有还是没有？有兴趣还是没有兴趣？想要知道更了解还是不想？哎，怎样设置？其实很简单，来，我教大家怎样。OK，比方说一样的啦，来到 bot refresh setting 这边啦，看这个，OK。bot reply setting 之后，你就点击这一个，OK，在任何一个都可以，比方说这个chatbot 可以，然后在 get started 也是可以，OK，只要有在这个 inbox 里面，你都可以设置这一种的类型，OK，刚说到选择了，好不好？兴趣。比方说啦，他打上兴趣，然后他会去给你选择。OK，你这边你就选了。刚才我们是用 desk image 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些都其实都是很简单用的，就是 Outlook 发罢了。OK，这边 desk button 就是他可以选择要怎样做。哎，你好，比方说你好，有兴趣购买吗？哎，这边你就可以放 button 了。他如果说是打有的话，OK，你就按这个 box back。Prospect 啊，这一个啊，这一个，OK，这边呢你就设置一个 app，小小的一个 app，你就按这边，这样你就可以选择，他如果打有，就是他按那个按钮有的话，你让他回复什么？比方说我打，OK，比方说这一个啦，我就放上这样子，我才知道说这个是否是 campaign 的，OK，像一样啊，Prospect ID 随便打就可以了。这个 subsequent campaign 我等下会教你，就是它会连续的 follow up，就是它可以选择啊，30分钟过后再写什么东西，自动回复它。诶，这很包袱，慢点我会教你。这边我先看这个先，诶，比方说他打上有的话，我就会回复他。那太好了，要看见证嘛，这样子。诶，我就扫描上去。OK，然后在这边就可以选了，在这边就选，哎，它会自动选了，对不对？OK，所以如果说它打没有，没有，哎，没有的话，你让它回它回复什么呢？Postback，放心的，OK，就是这样子用吧的，很简单用。没有的话，要回复什么？这个是你给自己知道罢了，这个 template 呢啊，这个 template 就是给你自己知道罢了。哎，然后一样 postback 随便打都可以。OK，然后要回复什么？OK，没有的话就是没有。没有的话没关系，或许。要其他的，哎，上面，OK，搞定，Close，哎，这样子，或者可以，这个就可以选择了。如果说你要选择，他们直接点击你的网址，OK，或者是你要放号码啊，都可以。比方说放这个吧。比方说，这是你的 WhatsApp 网址啦。WhatsApp，这样子啊。比方说啊，OK，这样子好，上面，这是 for 按钮的咯，这些可以选择题的。所以刚才我们是放兴趣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去 testing。比方说，我要兴趣。看到吗？选择题，OK，这样子就很方便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一个放在这个之前，这个也是很方便，人家可以直接点击哦。啊，有啊，有兴趣啊。OK，那太好了，要看见证吗？OK，这边呢你可以放上按钮了。如果说你要做这种系统自动成交的，有，然后就可以给他看。
我要看见证啊，你就可以再点击这样子。如果说我点击没有，OK，这样子，或者是发现我，它就直接跳去刚才我们打的网址了，OK，啊，就是这样子罢了。所以我们下一个教学见，拜拜。